也是逛不死啊。请听长篇弹词《再生缘》第29回《魁壁征山》，由秦继文演唱。先见刘魁壁，皇帝发礼，将功赎罪，去征战翠台山。先见韦律夫人只好答应。回到屋里，老几位问刘老：“说你还有个点本事，你自个有手，你敢得当去，敢不得你不要去。”我为何去追读阿娇的门路，追哪些还等读阿娇正宫冯家王爷皇帝面上说句好话，你可以不去，怕不人去。像这个小姐势不两立，那让姚面上为啊扎紧面子，不肯推的是非要进。王氏打一万兵，这个一万兵还给都冲了前头哈，我输了后头。打孙家功劳是我的，吃饱仗了。我不走顺水大罪嘛，我说了一点还是大罪第一个。老姐听得准是那要大得夸啊，说说几日铺洗得一塌糊涂。老姐这个多牙女子推背不起，怪这里大得夸呢，这个牙分量牙。那今这小姐想杀一个子夫妻，发林开兵之要，才给了顾先生光几只魔大之水的我违背。一路忙正雨浇上，地马绿鹰直到雨浇上，浇上里一位大军来这等好了狼子，而且我有两员披将，一个叫张龙，一个叫李虎，你都两个才是兵路里怕得来的。但是老军夫人奔驰啊，我是比小姐好嘞，但是你都是不把队给你不靠谁，只好做出偏将。现在小姐到交上，两员偏将上来迎战，请大将军下马。小姐推着马匹下马，马匹只有马夫牵过去。小姐上夜舞厅，聚众风雨里守定，两员偏将谁立两旁。小姐高子的杀手，这样第一名，哥哥张龙。小将来这个李后小将又一套挂子两个，一边人马别当得急，别个人我要记一记急。小姐这么一大肚子马上安排好，郑国大将军抵达一个驴子，记下急啊随发令子。小姐把第一条领子黑上，哎哥哥张龙张将军听听领口，各种发展法令三个马队伍火车站张龙二号小拿着俺枪掉打出来，那将张龙才本将军呢领军一致啊，他那组队内西风打一千人目，因为我啊一他不知对于买只在地价是要不够，所以把那一千再不讲广军队的个地价的是要那个都在永福上的了，可是要借广爱我一经那个分析发财哎，那种西风啊，要逢山开路了，女士得救啊！西马后面彩带山进兵啊，路上当心出马兵。真的哩，张龙军退下，打一千人马，自家上马，水里向砰，准备打开刀，炮声大，好的哦，连军鼓。等待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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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还得当心啊！得令，李后接令退下，大千人马，两朝一撮子一撮子装好，才装了撮子了。李后上马，手里枪，砰！两兵随队，利用两兵死队，炮声大，军队出发，
两处个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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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马匹，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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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军队的粮草的确定要紧，将粮为军中之道，但是缺少粮草，兵身是要漏。那个天要落雨，粮要高盐，只要是落雨，哪怕落天，还要还是在高到。假使太人暴，就违背军令要杀人。不过现在有这话在实处，就说必是天要落雨，娘要高盐。个天落雨嘛，怪得娘高盐啥事体？真正要高盐嘛，个天好只有地当位，为啥不要落雨？那个总在实处头个了，意义无如我。多谢李后一句啊。是要急马上征服，哎，这个来啊！当个大木钢枪，那本将军还要出松贼。是，使命武器，木斧夹夹夹，七股马匹，是像钢鼓里的机甲枪，这条枪补起来叽嘎叽嘎响了，这叽嘎枪，是要急李武听了我来上马机枪，快走，哎，这个来啊！哇！你都小兵啊，通通当个追到前头啊！啊，本将军要等到早上旅队给大将军，这是什么道理？这样门，这本将军神机妙手啊，这个叫自己的力呀！是是，哇！你们首领武器，小计说那旅队的是花格，这听见炮声叮咚哒，军队后队士气。严军攻大动，大军一路撤军。大军一位撤完身，背后真是好高明，万岁之师，你既来，今人大怒众军，这个军队的蛮好，兵部里跑出来在军人大怒，顶顶飞扬枪的是要接了一块兵，是那为怎么放射的一块兵？叫他带领三军人送佛大灵，马上提枪啊，心想将我平生初次作将人。雷奎必先张龙李后啊，他看上去蛮狠，而且还有一卖兵，还有啥靠耳力多，能够拿王府三我一高门才做了，嘿嘿嘿，这么开心贼。又叫一马能担任，最差是跟恩。他趁我心小军队来让路上来，我没是小鸡路上是西的那彩带山兔子走山林，肩背领自己走马快如飞，大太君临时报与大王军，哎，翠丹山的探子燕子飞的便是，奉了大王之命往京都一路打探，
现在他的昏君派了萧剑贼刘奎比带了一位大兵杀过来了，接着回塞兵包带黄电苗的马来哗哗两臂各匹母哈运过来，历史蔡德赛的特质是说蔡德赛让各位工兵大王自动拒之王父夫人到王父战无限叫之余你叫帮水塞塞塞若有规定好几次去正塞就是通通把了塞浪向杀退，而且大王我也怕吃飞射投资这是乔装改扮居然塞叫模样往国龙八台消息这个投资是惊动一龙人现在背着商人模样非常秘密不理投资确实消息皇帝怕萧剑刘奎兵大病正衰，所以你快马加鞭，你说路要朝萧龙为塞报信，因为刘奎兵打了军队还是堵路。这个功败，一方面有投资才不这个功业呢。那么萧剑刘是顾罪辜负啊，当地官员我要接送了呀，代代国国。一方面投资不分碾压官路，所以吃了官兵的血泪。勾结到蔡德赛家屋下马。七子个匹母要向上塞打到行路个旅兵啊最害打来什么样人造剑要放弃这样兔子马上打招呼哎我的哥请开弓慢放箭自己人你是谁我是太子回山兵报军情大事哪一路的京都一路来的口令天地元皇对了谁口令了呀这并不是带着天地女王那是一切都发给一龙是天地女王口令带头来不放你上山但不是在门上再门一门放进在门偷子挪魔接接好一个皮筋往山顶上来直奔到西阴地接大王正当地上下带带头目宣武宗家英雄两方才的再再地地真领听大王老让皇帝少年无非忠人孝子英勇豪杰的子弟这是令自发的意图我并不是真正三年放后都讲的因为也在朝廷之上继任当的后道主角皇帝倾心随意忠良受人冤屈天下百姓老让死生后逆之中别怪让非王暴露露了骚扰真是民不聊生是因为你要为民实在杀人偷官殴礼啊生计落令还是反日之计要想要送上你给两三派英勇替替人的十八欧两将来又要弃掉怪政了为国有力各一番轰轰烈烈的日念放手的英勇大丈夫一番题目在听得非常感动在那个辰光偷子上来包大王后世大雷萧台奉大王之命往京都一路大探见战台的明明白白哪个昏君派萧金贼刘奎弼带了一位人马杀来啊请大王早出准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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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下上银台上一台请大王推子退我去得了这样吧年罢一亏我有一顿追尾吃饱虚实一摇能照在一起当头这么大王听见官兵来正塞门难为哈哈大笑呢因为各位大王我写都是你说过你就是老西风为祸之余叫为荣我写叫你预备入帐替王夫少武的一言两个人家才不能雷家里接着海光所以对于下界雷奎兵才是越高带队七尺水人现在听见萧剑自个送得来战的正是越家亚龙相逢可以报仇雪恨自然了哈哈大笑两部别个被队目一路起阵听见官兵来战的与三位主子你都当长当三位主因为登了飞狼虽是天天撤离了那才是自个的人但起来总归分得近了现在要真当着所以才特别起劲开口大王大王想着把张恩公兵过来一点吧
此狗要来侵犯我们，来一口杀一口，来两口杀一双，杀到他们干干净净呐！啊！大王一听，这白贼是他来我的祖宗，可是我单独刚刚听说，李卫将军不扣心急，待等先机兵临山下，本台湾应当决出。现在必须你们防备，恐怕敌人谁来推的水的，千万不能松懈。遵命，遵着令，遵命呐！退一米，轰！喂，咚咚咚，当当当，各地人民们，大王退敌进去，各带队伍纷纷散出来，各怀绑敌。前山后山，中山后山，从天埋伏，刚强刚杀，真敢行路。各处挥兵上炮，强攻硬弩，雷木滚炸，特别加多。防御工事做得十分坚固，自动铜墙，特别相逢，以防敌人偷袭。这次大王退敌呢，回到里下，要来商量商量的。那么，打啥人商量呢？就是打王府太太，为王府掌握协调。所以进来嘛，一朵娘女红在那让房厅浪样。自从大王人来他他这不是鸡娘楼里多母女如了三郎身份是得没安定，但是各位他他一经哭一家人家弄得家仆人亡不如分离五分四散，老女人失落必坏生死不明，你知何人都用作怒心虽是一物结果是要哭这样，因而战无协调不必高处比较好一点，多谢大王进来嘛，我对你报一声大王进来，他他一口嘛，这个家里的一个女子啊进来带你口口一起一好些，可你身上丁快骨架神气为不可暂时为协调，居然做得一岁之之啊，希望要有一脉多年啊，才是服服帖帖听你言话激情勇毅啊，这是女中丈夫巾帼英勇，敌人大王打上来嘛，带了他他们的娘亲在上，孩儿可请进来，不举我来拉舍礼恭喜娘亲一般数量，孩儿告不如不必是我来交易一上战无邪教啊，姨妹，狗狗，我对读宋狗之主，他他也门门大王口，因为托大王他吕兵我塞，四面八方去打听你之善恶的恶落，不知还有些谁。儿啊，娘亲，对不起，我儿善恶，可有些谁否？娘啊，一定善恶。目前并无消息，但是方才与太子为谁兵吧，是有官兵要来征战我们，谁得了？好，他他听见是一害，官兵也要来噻。那么那龙方女只是来他他几乎得是要得嘞。哎呀呀儿啊，这边也是有时候。母亲不必惊慌，孩儿是一道理。他他想，今日分外忙，奈何必要来告诉我？吓得我们心里想别别跳。今日不放，何必要来告诉为娘？哎，娘啊，有个有狗的哦，什么有狗呢？闹哦。
也得此非的。来为我哦哦哦，两边也发生能能能能大致个事言。哎呀儿啊，你要念的念哪念啊，你是虚构旅侵犯心定，还得我谁的哎连坐于冰晶，方为是那一见人分封住的莫哦哦哦，加倍生意得下心，昔日黑花大开，后遇他飞马玉器君。他一听，可是蛮好。那么为啥个缘故呢？是啦，如此说来，我们安如泰山，为什么不放心你娘啊？喏哦，都这位领兵明明去见家吕魁弼，我为你避不清，兔子报得来，领兵之将叫吕魁弼，我弄不清爽。吕魁弼是小几人，那么我为你小几人不拿军礼，你哪会得来的呢？是非军队从军礼出来了，还会得替我自家民心相同的。他为是民心相同，神两个他为是有家七次对的神，所以的王庭并年轻，我们大家善意定方案，真未来未起未知偷子报得来，这次在领一枚兵来的之间叫吕魁弼，我却不准不知还是小几日，因为日本的小几日了，人老让云南老家是在军队中经历了，所以我却不准替我是个同名同姓的人啊，没都不要惹出他了。假使你是先机，那么有个对的，我非得要你死，我要努力生进我这上山，当面问问你，你为啥要害得我你两家人家擦家地皮光？这是不是先机？另外一个吕魁弼，那么我只要抱死三头，杀退官兵就算得。但是我看得来，先机面上面头，我充分见过些，什么是有个对的，不认得个呀？我弄错一个，这是特意。是不是大王替三几个冤人才是为之王府门中而起，雷家里想只要是还王府三位一家门，为之大王多要老西风为何到王府三位多要老月三王府进一旦失落闭关，
你们老弟十里多江水两高头一同对岸半日，大一大门回家里一个人家大头个样，家是出门的么老的。现在大王是娘，我想在干净。等到刘奎兵临山下了，我我再去当个辰光了。现在来他一旦我去看一看，这个刘奎兵俺是要见人。那年总是要从见习里个咯，我也可以认得出。娘亲，你可口好。哦呦，我是不去的呀。他他想，哪不能想出来？哦，你都打了，为我再去看了。反正那时我听机子已经那里发对子。哦呦，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大王一看那么讲，话是难怪，老太太年纪大着，胆小，但是没分我谁嘛。事情不好办了，这里是有是好。不必站我小姐在听好了哩，一想嘛，娘带小，这么是干吧？娘个我再去念一念吧。他的小姐刘奎兵，我还认得个，从这看见过一周个，只是大家在这人肉昆明人家，刘奎兵到王府下午才是国家之地。从这雨谷来往了，有一周刘奎兵到王府上我屋里来白相，他让花园里走走呢，谁吃战我小姐，他来让花园里白相，刚山洞里抽出来一枚，这可见巨出家浪下自家兄弟三五搭一个伴侣，拉开五十多里的金针，而且这个伴侣身上像衣裳的十分华贵，但是人品也得十分亲切，那个小姐连忙回避。所以现在要么科技系列那个朋友分科技现在要给等到朋友一追嘛，上午在里下现在是一门兄弟，这一地啊今朝来不像忽悠这个少年家，上午告诉阿家这里是叫李奎兵，是王清国戚当今国君啊。哦，这个呢现在要认得的，现在现在是实在啊，哥哥一妹，既然母亲得下不该下山，在下面下山去看一个青草屋比了。哦，弟妹一生是这个小姐子的，真是真是好姐了。好，他在南口口那个呆呆和小娃不是不过哪位人家，你都打起来才是男人多呀，那年纪轻轻黄花闺女几个人还说啥个样子呢？啊，虽然他倒晓得大王是女扮男装，我说你表明了还是男人了呀，你都当仗了，你拿起可你这样强了，马上是啊，女儿娘亲向你下山呼开，男女鬼虚度不比，身后体统现在要听见娘马鱼们不想，那么大王马上去这娘你这回放心好了，非要进来，我绝不是以为抛头露面去太太，因为当起仗来了，对于棋门，叫打开神师啊，失了棋门，这个棋门呢，就是用几十米的土地一把力去打开，汤不脱。我只要还每次在那棋门的后头，推看一看，人人人轻松，对面这个阿是小敌人。而别人忙过来了，看不见妹子的，因为有土地全部捉没他的，各自几次啊，懂得小气的嘞。听你来他他，这会放心哈在。他一听了，哦，原来是俺家里啊，干嘛没好？这个规则，终归要小心为妙。大王得小姐说，小姐在，娘你放心哈在。商量定当，只等刘奎兵官兵来吧。我刚才小姐啊，嘿嘿，顶对了，顶得来着呀！那军队路浪线一年年下来，跟你知道真的让狗路呢，或者有现代狗报道目的。报大将军，雷奎的礼貌，开始马屁。哎，哥，没啥这样人啊，啊，何时报来啊？报大将军，小的想到官，只因前边距离翠丹山只有一十余里，请大将军定的。哦，原来离开强大山近在，哦，只有十多里路在。本将军还是吃稳当，独立一生，陪我讲。啥？你终于糊涂，还是吃稳当的独立一生。
蒋大哥推过去，刘奎便是首领啊，哥哥来啊啊，是本将军的将领啊啊，跟着呀离开菜台山五里路啊，欧阳扎寨啊，是，那大将军领下，离菜台山五里之遥安营扎寨子，这是命令是武器哗，一些些人光，这听见炮声大咚噔，原来是欧阳炮。距离菜台山大约五里路左右，看下地势，军队扎营，定旗子，布膨胀，扎队对营量，营队扎好，旗子跳，有乐舞，奏青龙，有把虎，中央金兵梨花打仗，小姐的打仗里，开始马匹下马，到里向胜仗，后中首领张龙、李后两月披将上来，接过大将军。我两边领地高位，一条是张龙头戴先锋，欧然到大；一条是两代中正李后两侧到前。刘奎兵，我两边领地虽住来不领高上插好。这么小姐啊，军队里才有规矩。鲁浪俺军蛮辛苦，今朝刚正大门，而且过些辰光也是复杂的。现在中浪向说起来，要下半夜两边半波中阵呀。啊，就应该休息一下，养精蓄锐。门将们一早开兵，吃上个小鸡啊，来这个心急，叫插花等不及红。马上是要开兵，嘿，这是叫势不两立。所以说的军事常识一定要会有。对子两月偏将，哎，这个战力二公，张龙李后听得噩耗声，不叫你将军，叫你战力二公，他这就客气。大将军，大将军。我们可今朝啊，辰光未早，我们个脾气啊，或许上了当。要想马上就开兵做强的，做特是强的嘛，早点走起。你到耳公看哪光景啊？张龙以后听见你只讲在暗示嘛，总归我那个点了。阿威是你不高兴，没做事体，请大将军领下，那将军愿望前做朝去。发发发！本将军要亲自出去看看来，那你都两高头陪本将军一道去啊！遵命，遵了命。刘奎比朱年头，到底强盗是哪样子？让我先出去割割苗头看。马上吩咐军政官调三千人马。刘奎比出大帐上马，张龙李后也入上马，大家高声一致，营门开放，唐班平通。炮声叮咚大，好的好，军队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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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营到桌上，打开神师十里地门，小姐让几门之下，开始马匹，张龙以后足有八五，雷奎被带头一忙啊，这几个都菜带赛果然三世仙药，忙上去杀气腾腾。那么你会这些兵上去偷猪娘，就是你一副动作，突然对山上口，而且资历还要够了呀！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到结棍给，我要做结棍了的呢。副科长，你真的让口啊？只听见山上响，啊，咚，炮声隆隆，好的，你摸好了。像模拟不上这个拉拉我来小姐一哭，哎呦呦哎呦呦，好厉害耶、哎、飞队他跑真远小惊动飞地中末将，马上小计要自谋，两来到水下山啊，哪晓得讲到的五三里，因为听见炮声三响的。这点规矩，小姐是懂的。大外将光浪队出来嘛，三乡队跑，而且看到小强的还有好几天。
绿楼翁翁翁绿木人气松翁翁凤背后公翁翁几只飘可里都是地飞离白人士可里都的飞叫我哇一日八开一日上桌人十里几门斗地与两八年复活在今朝的风的里头而且来让飞叫我与鬼风嘎你就滚哇一个风快过来挪一列斗地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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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刺开先进一口门咦这就露出一片墓墓碑朗从医院女将浑身武装各大面孔真正标志的少女哦呦呦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啥个哦呦呦呦呦呦哎呀呀你于大人哦呦呦的想不得蒋大帅朗与三个标志的女人哎呀呀啥么子眼睛一上这是科技本来几次他们他的这再过头火一夜阿姨几瓜嘴我忽然看见一个美的叫三郎香那还有个女呀令人恩恩一几个徐文恩雷魁必先复制这个女强的是强大大王的高级部呢还是阿娇的妹子几恰分个科技大语气大量个以服不欺其实当然拉几国个旅兵啊不当心拉得不牢风不是在头发口一个风快过来嘛分量加怪容砰当然来嘛旅兵一特水几次刺开现在要立马还旅兵要进枪日嘛几国人拉拢来这个现在已经笼子一笼米子还得给现在扣外头说这个旅魁比本来是十种偶怪啊登斗子立当战无现在当日还让敌放几门之下了哥们心里最严的这个女人怎样标志嘿我们的贺德宗这个现在既不得标志女人给既是标志女人给文林星人发了声了这现在人这叫武作强那么谢娇你几次慌花又花开忙过去还可见日呀这可见地方当中既然抹背了这个政治谢娇刘魁背那么这对大王说一声他政治谢娇时大王听见呢是听上你政治谢娇时念出来什么这番的两个亲自出谋去做谢娇各人光哪么要出谋谢娇刘魁背为了让扣了呀谢姬正在眼观看，哎，待听铃铃铃铃，那些响声高，只听见炮声叮咚哒，吕兵齐声高喊：“大王车马，大王车马！”大王把马一领。这匹红鬃宝马，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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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扫出来，到周上中心，开始马蹄，大王主帅之枪，御手加官之头，对敌方一指，吹上对，敌方兵将听在，本大王亲自出马，命你们为首的小鸡子刘快兵，快快起来。宋师哇只让让官兵一个搂着今朝几卦蒋大比官兵狠而且蒋大大王亲自出谋自宁大心要大将军吕魁兵出去送死哪个为了让某大将军消极的各个为了的真正无法无天者白狗羊刀骂我们大将军的好大胆哟！放屁放屁放屁啊！大哥还放屁呢，放得嘴上让吹气冲天。
还有张龙李后两月偏将肌肉大怒，想想周江道自个杀妖大将军像狗羊道竟该如此猖狂，数马大将军还当了得？请大将军领下陪末将车马把狗羊道拿下。正是小将李虎女的王两高的他吵死这么些姐，你随便差罗了一个出去单娘，像说小姐但是个人光一点不光好，罗志行公在为啥立立个师傅来让先带你几门屋的啊放在科技这个女人，不知道就是讲到大王的少年今年还有几岁，不知安排亲了这几个中年人们大王魔力立实在无耻，为了让先娘去门门大王去，究竟是那个少年你在听见张龙里后他朝市加上你 PK 为的不不不嗯都两位将军是要关后两登大将军亲自出谋，哎呀大将军杀计无有无你无刀你们将登城嘛尽足各位是来日给嗯都大致对于要是要看起在两个偏将看见呢，一定要自个骑马下不落。第一战，马上将放了的车马，这是两千个呀。只要是单战，哪怕战旗也有规矩。第一步骑子们总归轻，当对他，哎，哥们我马来听，哥们对，还有个第一步骑子轻，将放了的多车，从来不得。当然小姐谁会说哎当我放炮根本你嘟嘟叮叮呀谁有规矩的呀，对呀谁放炮那么你打架母色出去根本有威势的，这是小姐来这个心结这里像刚刚会说第一炮呢跟咱母已经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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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死出去的呀，来了叮咚哒射个母一炮啊为领的血兵黑一上大将军是查黑大将军车马中贵夫人机脚了血迹母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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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汤匙射出来呢，大王一口没好我这破内说了李相不出来这么太一点做日我一直对了我做内夫了那以为你是个送出来的最好你的嘿是这样的我不能有人在等到大的鬼们就黑上对小计策去吗啊啊罗摩开始大王海里小计策李逵被答应得了那外逵正好而且我是特稀奇对是大王嘿嘿嘿嘿嘿嘿哦呦呦呦那个位就是大王啊哈哈呀大家稍微得劲嘿嘿亲家真心大名啊大王想你得客气了嘿本来我只吹得帅公平的我是一哦根本我也要亲家呢我放在客厅多几门里的一位斗仙教你是那个少年啊大王想小姐这个眼睛的急了嘿已经在客厅你要问他责任吗哎我亲家亲家总分你说过那是我家一枚哦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原来是灵妹不知灵妹今年还有多少苗龄啊你爱太亲了家放那屁大王一声没舍得了让逼死了拉的小计策须得红衣绿女快快放马送死妹妹家娘大王也好满娘哥今后养子也双身体给我一句绝物也把你刚刚那里来与我配家大王啊嘿嘿你听孩子喏
先帝是因为这张纸威势，先用黑乌来师傅大王在大王啊，哈哈哈哈。求大王啊，切莫怒声沉沉，听我好意，好女大内求生的命，我大内们今朝何必伤气？要发下拼命动大兵，不晓得时日无罪为荆棘，大丈夫妻儿一段命。我看你们年纪轻轻的人品好，为啥呀好的身居在罗林。大王听小姐的废话，为了点个心经啊，我龙的家仆人王他叫五十发呀，谁是落草才是本都个被机子所害。你为了刚给自爱我心里干以后小机子本得往生机罗令都是被你们这被机子所害的。哎呀呀哎呀呀，哥们大王又往三年在我当你明白想什么，那是我害你。哎呀大王啊，我看你们真作孽，不给人恩，为咋地多我咋虚心？你家做官，我可以把人罪。你要做官不管是别当，只要你听我的话。来领我等我们今岁你娃家儿居，今年我十不岁这初头三位配婚的人，我亲外甥配了呀，只要把林妹奴来配八字那么听见说王夫说我了那三郎阿女告诉啊，大王想小姐今朝三姑办法的耍了嘿，其实王夫说我发三郎呀，我是有意，因为我前阵子就知王夫他他了战无相交，那么你都当自己高门在了三郎，你在小姐门去嘛，我王叔啊说心人我来可怜了哈，实在你的真呀没啥没啥，嘿这么大王高级比当贼，这样没我王夫山我昆松下山林两个庄子谁出努力高进艰难难难难我奔战一大巨杀顶，你是天公公公公说谁真容易，马然风骨他周大神。大王啊，你阿晓得你阿娇子以为正供奉家娘娘，我是不需要的嘞，当今皇帝是我个教父呀，这样我笨长啦把你多体谅去害我们，哈哈。你往地叫风马路个站
马吼吼，才是自家人。叫内走过来嘛，我走亲人。叫起飞，哎呀，对此还恶心。哎呀，上一几口，呀呀呸！听得大王怒发冲冠，你再给我放屁嘛拉倒！徐道爷，放马！刘佩比啰嗦啰嗦呀，搁到上面了找放马呀？你哪还担得过大王？你们不拉大王，将小鸡子我这浪费，身份刘佩比。